Peggy 16.为了终结乱世，我必竭尽绵薄之力。打扰了，怎么会？那就听听你的看法吧。一切都为了天下万民。嗯。 我发誓要永远效忠您。俺燕人张翼德要追随你。我们三人不求同年同月生，只愿同年同月死。皇天厚土，请见证我们的誓言吧。 报告！马马虎虎吧，我收到了任务。哈哈哈哈！我李奉先的武艺无人能敌。啊哈！可恶，就没有人能击败那家伙吗？ 都是些胆小鬼，没想到还有一个有趣的家伙。休得胡言！你这个不明事理的恶人，俺燕人张飞要将你杀得片甲不留！你好像多少有些本事，但是靠那种烈马可不行。哦，今天的战斗可以让我尽兴。